有男朋友？没有。那你喜欢他什么样的？阳光的，长帅的。你喜欢黑人？还行。那我就也没对象。那我这么觉得，你可以当他对象。你看这事行不？你觉得行吗？我觉得行。你真的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那他们真没有眼光。说实话。没有。行，这是我定的，我都去正看。我就听你打过的不要。如果朋友，你先把你电话拿出来啊，你到时候再加个微信。看他俩尴尬的。走了。你先回去吧。